是蜂蜜店的老板。这个季节正是在南方和蜜蜂一起旅行，收集花蜜。包裹里是一个金黄色的小冰箱，沾明信片，明信片上写着：“妈妈、姑姑、小猫，你们好吗？我现在在你们山中山头远的花田里，状元紫云樱花开满山，我好像走在粉红色的地毯上。这些刚采收的紫云樱蜜给我们尝尝看，爸爸。”蜂蜜倒在腰杆上，开动，呜、好甜哦！这些白色冰糖已经细细品尝。妮儿注意到窗外兔子、猫头鹰和松鼠羡慕的眼神。又过了几天，白雪渐渐融化了，小熊们跑到溪边玩耍。酷酷，小马，爸爸今日回来喽！妈妈呼唤着。包裹里是一个金黄色的小瓶子和一张明信片，明信片上面写着。妈妈、姑姑、小马，你们好吗？我现在里面两座山头远的花田里，这里白花细密草开片野，我好像走在棉花雨里。这些刚才说的紫云樱蜜给你们尝尝看，爸爸。妈妈把蜂蜜涂在刚好好的吐司上，开动，呜、好像奶油又甜又软绵啊！大家排队冰糖机细细品尝。没有人注意到窗外。雕、五鼠和狸猫羡慕的眼神。又过了几天，树上长了绿绿的嫩芽，小熊们爬到树上玩。酷酷，小马，爸爸要寄礼物回来喽！妈妈呼唤着。包裹里是另一个金黄色的小瓶子，还有一张明信片。明信片上写着：“妈妈、酷酷、小马，你们好吧？我现在在你们一座山头远的花田里。”这里盛开一整片蒲公英黄花，我好像走进耀眼的太阳里。这些刚采摘的蒲公英蜜给你们尝尝看，爸爸。妈妈把蜂蜜冲进红茶里，开动，呜、好甜哦！今天纯粹比赛及细细品尝，没有人注意到窗外欢乐和三株羡慕的眼神。又过了几天，花上的翅膀快开花了，小熊们闻着花香说：“和爸爸的包裹一样甜甜香香的。”突然传来妈妈的大声呼唤：“酷酷，小马，快快快回来！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小熊们赶紧跑回家。妈妈、酷酷、小马，我回来了！爸爸笑着说：“包裹在春天的花朵里，爸爸像从明信片里走出来一样。”耶，爸爸回家了！小熊们想冲上前抱住爸爸，这时四周响起好多声音。欢迎你回来，小爸爸！动物我们一起大声喊着。大家都盯着熊爸爸放满蜂蜜的推车，忍不住舔了舔舌头。妈妈开心地说：“跟我们上钩啦！姑姑、小马一起来帮忙吧！”妈妈在屋前摆满桌椅，挂上招牌，招牌上面写着“熊家蜂蜜店”。站在屋前摆了一个小黑板，上面写着“美味煎饼”。店里摆满了一罐罐熊爸爸采回来的蜂蜜，有紫云樱、赤槐、白花细密草、蒲公英、杉树、栗树、柠檬树的各种口味。熊妈妈忙煎饼，小熊们帮客人淋上各自喜欢的蜂蜜口味，大家一起享用吧！每年只到了花季，熊家蜂蜜店总是大排长龙。现在盛开的赤槐花蜜最爽口，搭配熊妈妈的煎饼最好吃，好好吃哦！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